胡枫同四哥谢贤呢日就一齐支持吴启明餐厅嘅开幕活动，修哥就自爆早前同四哥仲有曾江一齐食饭，仲即场 show 俾大家睇佢哋三个嘅合照添。睇嚟四哥同曾江原来一早就已经破冰和好如初啦。修哥话原本系想请食饭嘅，但系就俾四哥争住埋单，仲讲笑话四哥住紧成亿嘅豪宅，梗系要食四哥噶啦。另外，当记者追问四哥有关张柏芝传出生咗第三胎嘅事，四哥就即刻拒绝回应，仲叫记者唔好再问添啊。